出身基层，正啱做特首啊！哇，呢种谂法有啲奇怪，但我硬系谂唔到有咩问题咯。哈，奇噶。不过讲到基层啊 ，CY 就未够班啊。你讲真啦，依家 CY 都唔系好穷啦。早前啊，仲有人话佢亿亿声咁蚀。喂，要出身基层先至知民间疾苦嘅，不如揾个乞衣嚟做特首算啦。嗱，咪住啊 ，Jason！ 嗱，你咁样讲法咧都好歧视喎。呢啲又唔系歧视喎，香港地啊实际啲好。如果真系出身基层，但到依家都仲系基层嘅，香港人啊实叫救命啦。诶嗱，咁又系啊，好似建功咁，唔通同人哋讲我屋企好穷噶，人哋就会请你啊？再讲啊，着到污污糟糟咁走去建功，更加死硬啦。不过啊，人世间啊总有奇怪嘅时候嘅，邻国啊都试过有段咁嘅时间啦，咪越穷越威。